堂级公关主持何安达、林毓华，资深传媒工作者，从事公关多年，客户包括大企业同国际公司，危机处理专家，传媒训练资深导师何安达，曾任重要政府公职，但一定唔系白宫发言人。林毓华自嘲误入歧途，成为新闻逃兵，两大高人联手主持关公殿堂。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11月18日星期一啊，又到我哋录音时间啦！哇，香港啲天气真系弊家伙，打风一个接一个吓，一阵又银杏，一阵又桃枝啊，而家去到叫万宜，哎呀，真系。十一月啦，大家都比較奇怪啲啊，唔係幾習慣啦。十一月啲風仲接住連翻咁，係啦，仲見到仲話一個接一個，然後又互相影響添，真係。唉，不過今日我哋慣一號風球香港，不過就冇啊，天氣陽光普照。陽光普照，係啊，我喺加拿大呢邊咧都係個天氣都係應該入冬天啦，都未係好覺住，都未係好覺住。咁就仲好多啲啊，即係好多我嚟咗多倫多，其實冇耐啊，但係都發覺咧有唔少關於香港嘅活動喺度。上一次同大家講套戲上啦，即係香港電影有分性咁，跟住咧就。係啦，跟住咧就上個禮拜啱啱幾日前咧，就喺多倫多大學啊，佢哋有一個圖書館咧，係利是家族贊助嘅啦，係有一個利是係香港嘅咩啊？利希臣家族啊？係啊，冇錯。OK， 咁就成即係一層喺佢哋圖書館八樓咧，係有一個香港嘅圖書館啦。咁嗰度其實咧搞唔少即係好多香港嘅書啊，或者乜嘢啦，或者作者啊。即係同香港有關嘅人咧，好多時都喺嗰度出現講下嘢。香港咧，佢都有個展覽喎，展覽佢啲係舊嘅家私啊嚇。係啊，係啊，其中佢有張台都擺咗喺個圖書館嗰度。不過今次我就唔係個焦點，唔係喺利是家族嗰度，就係講一個圖書館啫，即係只個地方嚟用。就有一個係來自香港嘅40多歲到啦，即係嘅學者啦，都就佢係喺多倫多大學讀書，跟住咧就翻咗去科大就嗰度人類學嘅。就係、是，然之後咧就喺度科大咧就做研究佢嘅碩士博士咁樣。咁佢嗰個研究嘅專題咧就係、是、深井啊。即係用人類角度睇深井，即係一講深井，我哋諗起燒鵝咯，諗到同埋。我都不知道原來他說那裡有一間舊的啤酒廠的，是那間啤酒廠呢，生力啤酒廠嘛，是啊，然後還有一個還有麵粉店，麵粉廠添的，原來 Peter 你說得對啊，新力啤酒廠其實之後是那間原來叫做香港啤酒廠的，就賣了給新力啤酒廠，當時呢就是賣了600萬，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一單商業買賣來的，是600萬。咁 OK 啦，就呢位博士咧就叫做Carl Lau。咁佢咧就寫本書咧，佢就話其實本書就係講我哋香港律敦治家族嘅。咁佢話開頭就完全冇諗過咧係寫律敦治嘅。即係大家。知道律敦治可能就是因為灣仔間醫院啦，就原來同深井好有淵源，係好有淵源。喂，但係我上呢個網查，點解有叫佢寫住鄧律敦治嘅？係咪一個翻譯嘅啫？係，鄧其實係個名嚟嘅。哦 ，OK。鄧誒嚇，鄧即係佢個名字，即係同中文完全冇關係。O K， 律敦治就係佢家族嘅姓氏。O K， 佢家族嘅姓嚇，稍後再講啦。即係我開頭以為係，即係佢完全阿 Carl 完全冇諗過咧，係做
他用了八年時間寫這本書，那個時候是純粹是用人類學的角度，就想著去香港一條比較有歷史的客家村裡面就做人類學的研究啦，但是呢就他說跟村民聊天，大家知道人類學其實即一個入手方法呢就是去觀察啦，還有是去聊天啦，就是聽啦，他說即還在這裡的老人家呢即講親一講親，個個都提律敦治律敦治。咁佢就覺得咦得意喎，咁同埋佢哋又有啲即係律敦治當時喺嗰度咧，又同我哋開啲學堂啊。咁而家有一間靈光小學喺度咧，原來同佢都有關係。咁啊，仲有一間啤酒廠啦，製造好多酒業啦咁樣。咁佢就話即係去到同啲村民傾嘅時候咧，尤其是老一輩咧。就個個都讚口不絕嘅，即係對呢個家族。咁於是就引起個興趣。咁佢就即係點解會咁得意嘅咧？一個律敦治呢一個家族咧，其實係佢叫做 Parsi 嘅意思咧，就係、是、來自波斯嘅一個波斯，大家一想就可能是想到是伊斯蘭教啦。但是呢就呢個 Parsi 呢族，即係呢個呢個族人啦，正正就係因為咧當年咧就即係啲回教徒咧，逼佢哋要信回教。咁佢哋嗰個宗教咧，其實就唔係回教嚟嘅，就係、是、叫做Saros。咁就係、是我哋即係金融啲小説裏邊咧，都有提到係拜火教咁樣。咁其實就係講佢哋。咁佢哋呢個外即係、就是、外放咗啦嚇嘅族裔咧，就去咗印度，跟住咧有啲就再去咗嚟咗中國喺即係印度，大家知道咧就當時今日英國啊咁樣啦，就去咗廣東通商，然之後就倫敦自己嘅家族咧就再嚟咗香港咁樣，個淵源係咁樣嘅。咁我想講咧就係、是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下呢本書，就係呢本。呢本係即係你咁樣講，你係佢哋自己講自己嘅家族嘅一本書咧，就當然裏邊係從我哋個角度睇啦，咁啊裏面好多好嘢。咁事實上呢個家族對香港個貢獻真係好大。好啦，咁啊講嘅本書個名咧就叫做Rutunjis 啦，即係倫敦治啦 ，The Industry。Foresight, charity 咁樣，咁就講佢家族咧嘅佢哋喺香港嗰個做生意嘅經驗啦，即、就、係、是、一啲遠見啦，同埋好緊要，佢哋喺香港其實好多慈善事業嘅，即、就、係、是、訪得出嘅範圍裏邊咧，多多少少都有嚟足跡噶啦。好啦，咁呢本書咧個作者講得好清楚，佢就係斗領都冇收嘅，咁甚至咧就是、因為佢個過程裏邊咧係曾經係要找回一些這個家族做生意的歷史文獻，這個家族跟匯豐銀行呢很有淵源的，尤其是匯豐銀行的私人財務管理那方面，他們是就是生意上高，不單止合作夥伴，是簡直是老友來的。就這位博士就問匯豐銀行可唔可以睇到呢啲原本嘅資料？咁我開頭都諗住，即係對方第一個回應就話，即係 we will try our best 咁樣咧。呢個係自己嘅講法嚟嘅。咁佢話咁即時咁就曬我啦，即係都唔會有咩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唔係。佢話幾個月之後咧，佢真係佢哋話佢哋自己嘅檔案室裏邊咧，都冇特別一個分類係咁樣分到出嚟。但係啲同事真係揾到當年嘅資料，有十幾版咧，就係真係佢即係匯豐銀行自己講話，佢哋都唔係好知道即係唔好留意到原來有當年有咁嘅歷史。咁呢個就其中一部分啦。咁但係咧，佢哋俾
呢啲資料去睇嘅時候咧，即係你寫呢本書裏面牽涉到我哋嘅喎，咁所以咧佢話一嚟咧就銀行咧啲律師就俾咗好似話差唔多廿幾版嘅一個歷史，即係一個法律文件，佢又要佢簽嘅。點啊？驚住有啲嘢抵毀嘅銀行啊？我唔知啊，佢就話老友，我根本我冇咁時間睇，我亦都唔想睇。佢就講我 sorry 啊，如果你要咁簽咧，即係拉到啦，就拉到啊。係係。即你咁樣簽法，我作為學者冇可能，冇可能跟你咁樣。最緊要佢寫一個學者嘅角度咧。我想當然啦，你要攞啲資料嘅時候，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啲大家要相就嘅位置，但係你話即係要簽曬法律文件，要點咧，佢都唔知做唔到。咁佢就話講一大輪之後咧，佢就話嗱，不如咁啦。我同你整兩版紙出嚟，咁啊似咁啲啊。話我同你就共同擁有呢、這個著作嘅版權，即基本上咧就咁啊，對方又 OK， 咁所以最後呢本書咧出咗嚟嘅。係。喂，系咪都系唔系几应该咧？从版权角度嚟讲，嗰个研究系个学者攞嗰个原始资料嘅研究，咁你提供资料，我点解又可以共同拥有个版权咧？呢个我都又真系好似过分啲喎。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大家做嘅嘢咧，就系譬如话啊呢本书咧，佢就话我唔卖钱嘅，唔卖钱嘅，系咁咪大家而家同意咗啦。咁所以其实买唔到嘅，买唔到嘅。但係可能即係啲圖書館應該會有嘅，咁即係個意思就係咁。同埋佢話，就算你將來有啲乜嘢收益都好啦，就算呢本書，佢一個先都唔收嘅，咁就用嗰筆嗰啲錢咧，就係去大學裏邊咧，就一個研究中心，就愛嚟揾啲研究助理幫手揾資料，係咁樣用法。咁所以即係佢就搞得清楚嘅呢本書咧，就係所有即係佢自己個人完全冇得益嘅。冇金錢上嗰啲嘢，嚇咁個背景係咁先，嚇咁跟住佢就話啊，其實即係呢啲柏斯啊，亦叫柏斯嘅族人咧，究竟係點樣揾到佢哋咧？咁佢就知道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即係佢哋有自己嘅宗教嘅場所啦，有自己嘅墳場啦咁樣。咁佢就話咧，即係佢真係一個人類學者啦，就用人類學嘅方法，就係佢就。走去咧，追蹤佢哋啊！係啊，佢淨喺回頭喺度話，佢乜都唔做，咩都唔講，就喺嗰度咧，係喺個門口嗰度咧，就係用咗四五日嘅時間，淨係坐喺門口度觀察，係啊，即係觀察入微啊！知道好多有啲記者朋友聽我哋節目嘅，值得學。當然記者冇咁樣嘅餘裕啊，即係冇咁嘅時間。係啊，乜都唔做，就係喺門口嗰度，即係對馬路企喺度睇觀察。咁就發現咧，即係一個啊，呢個人就成日都係朝頭早就去，黃昏又去。似咧都係咁樣話，日日都如是喎。呢個人可能係負責嘅。咁佢就認定咗佢啦。然之後咧就。call 啦，即係跟住，即係同佢啊，原來佢就係佢哋嘅住個堂嘅即係我哋睇個牧師咁樣嘅角色啦嚇，即係佢哋個教咁樣。咁你傾一路傾落話啊好喎、啊，你對我哋咁嘅興趣，就咁樣開始啦。咁然之後就話啊，可唔可以拜託你咧，就再揾你哋即係其他人咧，我做訪問啊，傾偈咁樣。咁最後咧就聯絡到。倫敦詞呢個家族，咁書咧就係結果咁樣嚟。嗱有好多得意嘅歷史啊，咁其中一個咧即如果大家去深井有間小學，深井個區裏面咧就有一間叫靈光小學，可能。唔知咧，大家食燒鵝食完就走啦，未必有阿志。咁但呢間小學咧，五七年啦，其實係一間
學，好古老嘅小學，我諗小學嚟計都好少有咁嘅歷史嘅。50年代到而家仲喺度，咁原來個古仔咧就係當年咧有個美，即係美國嘅一個一個基督教會就嚟咧就一個即係想喺嗰度，想喺嗰度咧就起間小學，即係大家知道50年代啲鄉村地方，唔好話鄉村地方啦，即係成個香港啦，都係未發展，好荒蕪嘅，係啊，係啊，咁佢就好想喺嗰度起一間小學，就咁佢哋就走去，因為當時其實已經兩邊自家族咧，已經喺嗰度有開啲學堂，亦都有開一間咧係接生嘅，即係俾啲 B B 喺度出世，即係已經喺度有做善事啦，有咩有廠啊咁樣。咁佢就走去叩門啦，就問可唔可以咧，同你喺嗰度買笪地，嚟起呢間小學。咁當時佢哋得個答案咧就係 no， 第一個字就係 no， 但係第二句咧就話你唔使買，你唔使同我買，我直情捐笪就俾你。哦 ，lovely， 係啊。嗱、咁即係從呢個做善事嘅角度咧 ，Peter， 咁我哋而家有好多有好多啲 NGO 啦，包括母親的抉擇啦，嗰、那個叫做盲人會，我唔知道中文點嚟嘅，即係 The Society for the Blind 咁樣，係盲人會啦，盲人輔導會，我哋知道佢胸肺科服務啦，癌症啦，童軍啊。即係保護兒童會啊，即係好多咧，其實都有佢哋家族喺後面捐錢。其中我就話講話咧，佢哋喺深井嗰度咧，有間當年起咗出嚟咧，係幫即係叫佢哋叫 dispensary 啊，即係喺嗰度係賣下藥啊，咁樣同接生嘅咁樣。咁佢就同政府講咧，就話我出錢起啊，即係我用曬所有費用。咁政府咧其實當時個答案就話好，你個提議好。咁佢提即係亦都好自然啦。咁我即係俾曬啲硬件你出曬之後咧，其實都要有人喺度營運㗎。其實最重要咧，佢係佢就好想有一個咧，真係有醫學訓練嘅護士喺度，唔係醫生添，係個護士。咁佢就好想正正式式咧喺英國，即係英國嗰度請一個護士過嚟。咁政府咧就計咗條數咧，就話。喂，唔得喎，我冇咁樣嘅，冇錢，冇咁樣錢喎，冇，即係冇咁錢喎。咁跟住倫敦全家族就話 OK 得，咁咪究竟要幾多錢咧？咁計嗰條數出嚟咧，就當年咧係1000蚊，係1000蚊一年，係咁啊 OK， 我出埋呢1000蚊，係。出埋1000蚊，咁所以就深井老一輩嘅居民啦，咁聽講話，即係呢位博士講，好似話仲見過佢哋家人嘅咧，好似得翻一個咁上下啦，即係呢啲口述歷史咧，即係要做就要真係做噶啦，咁所以佢哋話深井。啲居民咧，其實就都好感謝呢個家族就係咁樣。嗱，咁但係 Peter， 我中意想同大家分享呢本書，除咗講即係一個趨勢，我覺得即係而家香港好多香港人啦，我身邊嘅朋友咧都都越嚟越中意睇翻香港啲歷史啊，懷舊。我覺得係因為隨住佢哋年紀老啊，定係佢哋懷舊原因，因為覺得係嗰啲叫 good old days 啊。後生仔都中意嘅。可能咧係即係你講而家嘅書好多，我想睇嘅又下架啊，即係唔喺度啊咁樣。咁反而咧，即係香港，大家其實對香港個感情都好深好多。咁亦都即係睇翻嗰個即係思源啊，就係一個，即係睇翻以前嘅歷史，同埋咧對
香港的感情仲喺度啦，咁啊最好嘅方法似乎都係冇話最好，其中一個方法咧就認識多啲呢個地方咯，認識多啲呢個地方咪睇多啲歷史咯。係最緊要就係呢個唔係一個係對現實嘅不滿意啊！嗱，就係咁樣啦。Peter 呢個就下一節我想多講啲啦。原來呢本書裏邊咧，睇下你用咩眼光去睇啦。我就用一個政治傳訊眼光去睇啦。哇，原來裏邊講好多嘅嘢啦。我哋係講緊半個世紀以前嘅嘢啦。原來香港而家咧，其實翻炒又翻炒。即係嗰啲主題咧，嗰啲故事嘅佈局咧，其實仍然喺度。係，即係當年同呢個家族，即係我哋講嘅舊瓶新酒係嘛？舊瓶新酒啊！你嘅新酒舊瓶啊！即係陳年老樣係好嘢啊！但係原來當時講緊嗰啲歷史問題，呢個家族提出嚟話要改善嗰啲嘢啦。好多啦！今時今日，你將佢啲字轉少少，即係擺喺立法會裏邊再講一次咧，其實仍然咧係可以用嚟做新聞，係啊，歷久常新。喂，咁講啲新仔嘅係議會嘅議員咧嚇，就應該睇呢本書，然後就學下提問喎嚇。可以啊，究竟律敦治咧，其實佢有一個成員啦，中文譯咗做鄧律敦治咧，係做過當年嘅市政局啦，同埋立法會立法局嘅當時係嘅首席議員嚟嘅，佢嗰啲政見咧，同我哋今日嚟講咧，其實都。嗰條線啊，即係可以畫鬼腳咁樣，仍然畫到出嚟啊！咁我哋喺第二節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鄧律敦治咧，當年係講過啲乜嘢。